西好香。还手啊，他潇洒更倜傥，对诗心意动。哈，你仲笑咯噃吓你个吓？爹，而家出事边？阿哥在一知主，头先你嘅心事啊，我知道晒啦。如果你系识与郎君嘅，阿哥可以同你做兵人啦。我唔使你呀，妹啊，阿哥一片婆心咧，无非系想揾对鞋着下嘅啫噃。我步生行年二十，尚未有妻，但系可惜你又无意于归，真系枉费阿哥一番心事啦。你点知人哋未娶妻啫？哦，你咁样问我。咁对你又有咩关系啫？哎呀，哥，昔才逢无心求配偶，既是长兄又名有何妨？请向道家索取舅爷鞋，相信能如兄所望。嗱，咁你真系答应噶啦嘛？我答应咩？你要我嘅？不过咁，有件嘢我要同你讲清楚得。道生虽然系才貌双全，但系佢风流成性，你又恃宠生娇，多而善道嘅。咁你哋将来结合咗，我睇怕性情唔相投。呢件嘢你认真考虑清楚至好。哥，呢层你唔使顾虑啦。我相信道生之所以风流不羁，就是因为他未曾物色到一个才貌相配的人。我信得过我有办法驾驭他的，只要我对他温柔软顺，我相信他都不会有爱慕之心的了。哦，那如果你有信心就只好了，我一于听日使人去讲。